非常的安静。厕所的柜子啊、地砖都有做过升级。U 型的厨房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心卖房地产 Team Chris and Austin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套房产呢，是位于万景市中心，超大户型，700多平米。那在带看之前呢，也请不要忘记点击跟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房产知识分享跟精彩的带看视频了。我们待会见。我们进门之后呢，会有一个小小的走廊，那在这边可以放鞋柜啊，或者是鞋凳。那正对着会有一个双开门的镜面衣柜，然后转个弯就来到了它厨房的位置，那是 U 型的厨房，所以比较多的台面。屋主的话呢是有做过装修的，可以看到它墙面的颜色包括地板都是之后自己换的，那墙的话呢也是做过了一定的设计。那这个单位非常的大，700多尺，那只做了一室，所以会非常的宽敞。这个方向朝北，9尺的楼顶。非常方正的这么一个客厅。然后窗外的话呢，也是有一棵成熟的树，可以有这个隐私。当然采光会稍微差一点。再回头来看一下这个单位的情况，然后它是有一个厕所，那厕所的柜子啊、地砖都有做过升级，然后这个门就是叠层放置的这个洗衣机、干衣机了。卧室目前屋主的话呢是放了一个 king 的床，如果放Queen 的话呢，旁边还可以放一个书桌。那对着的也是社区的内部，所以非常的安静。也会有一个双开门的镜面衣柜。如果你即将过来多伦多，又或者是啱啱到步的新移民，打算买楼，但面对完全陌生的市场，问题多多，不知点算，唔紧要，我为你准备好晒所有答案。我是安心买房地产的创办人 Chris Han， 这本长达30页的电子指南由我精心为你撰写，详细讲解晒买楼相关的所有知识，哪里找靓楼，怎样执平货，怎样可靠的经纪 auction 必胜的秘诀，重点是怎样避开所有陷阱。要是多伦多买楼的新移民、首次置业者，立即 click 文字标题下方链接，免费下载买楼全攻略，手把手教你轻松买好楼，唔好错过啦。今天的看房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房屋类型、社区和价格区间，欢迎联系我们，以我们为您搜索带您看房，或是提供远程视频的拍摄。我们下次见。